任何一个运动有它基础的一面，乒乓球也一样，就是基础的球，我们一人给你签了没有？打在桌上，打出去，当，你知道吗？有一种球是可以这样打的，当，好不好？而且其实我们是一个给孩子们带来一个寓教于乐的一个这样的，然后孩子们也得打不了那么好，对吧？哎，是吧？哎，不要旋转，哎，这抛物线多好，就这么。这时候我们就很强了，你看，对对对。然后这时候啊，大家就扑出去，扑过去，然后传一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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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传到那边，传过去。然后我就端着角落一看，啊，25，我们就答对了，耶，好棒！孩子们不要受他们的影响，我们准备。不管怎么说，合影的是我们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对，不是他们。不要受节目组的影响，洗脑。你到底想帮谁？要合影，对吧？有签名。对啊，签名合影。可以。哎，鹿晗专辑贿赂裁判要扣一条命哦。鹿晗演唱会，我没错，我没错，恶棍天使电影票。这样看你怎么打？郑恺，你在那边呗。那样看他可以打。这是什么？你要不是逼他打出去？你要哈气，数字应该还是数字。